传统人工缝制毛巾，环境糟糕，工序冗长，人工劳动强度大。原价毛巾人工烤编，日产1600件左右。Later， TPET 重磅推出原角毛巾自动化缝纫生产线 ，Automatic Round Corner Chow Sewing Production Line。经纬毛巾原角轻松缝，常见面料进入设备，自动送料，自动定长切断，自动加商标，可做直标或折标，旋转盘取料，自动四边缝制，自动剪线，自动收料。效率140到150片每小时，全程电脑控制，自动化作业，生产环境干净整洁，操作方便快捷。一人可同时看管3台设备，减少对于熟练工的技术依赖。在环保化、智能化的今天，助力工厂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